那我请泽伟帮我按一下。那就我们现在介绍就是 Cos API 在黑客松所得到的进度。好，帮我按下一页。对，那 Cos API 今天主要的进度就是我们早上提到 non code 部分，也就是推荐演算法的部分。下一页。那我们演算法要是怎么抓出课程间共同的特征呢？首先，我们帮我按下一页。首先呢，我们把课程描述等部分拆解成课程标签词，也就是我们利用中研院的 CKIP 系统来搭建的，就是来搭建的一个段词系统。然后未来我们打算在自己的主机去把这个服务开起来。然后帮我按下一页。接下来我们就只留下普通的名词，比如课程微分或是专有名词。那关键字因为通常都是名，因为关键字都通常都是名词，而不是动词之类的，所以说我们筛掉其他的词，可以省下非常多的工作量。帮我按下一页。接下来我们去掉太通用琐碎的名词，比如课程、方法之类的，因为这些 tag 通常不能制造课程间的差距，并且储存太多 tag 会造成储存空间的负担。然后第四个就是完成一个大队清单，就是大概这个样子。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筛出来的结果，其实也不也也没办法有特，就不一定有代表性，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交给使用者来筛选。帮我下一页。好，那使用者筛选的话，我们已经把设计稿画出来了，就是我们影片播放完毕之后，我们就会让使用者在。这也是八个标签，那未来应该会变十个标签中，选出最多五个，然后使用者要挑出最接近重点标签。下一页。好，那我们让使用者选完之后，那我们要怎么统计使用者填写的资料呢？那首先有三点，就是第一个，所有人都会拿到随机筛选出来的 text，就是刚才看到有十个嘛，可是从二十个里面，可是从二十个句。二十个词里面筛出来的十个 tags，然后第二个就是收集使用者数量的调查结果。就比如说，我们就抽查十个或二十个把课程看完的朋友，那收集完成后，通过统计选出课程真正该标记的 tags。就比如说，我们选就是我们选我们就只选出五个要储存进课程里面的标签。那接下来各位看好这上面的数字，帮我回上页，谢谢。对，帮我记住这上面这几个数字，然后接下来就会做一次视觉化的统计结果算力。帮我按下一页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这边假设有八个使用者，然后黑色是选起来，白色是没选起来，那被透明掉的就是没有显示出来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演算法就筛出了十个 text，就是给使用者看到十个 text，但是使用者实际上能看到就只有七个而已。那我们限制使用者可以选取最多五个 tags，然后目标就是把它筛到只剩下五个。那我们这八个使用者很机械把它全部筛选完之后，我们就得出了就是这个课上实际标出的标签是微分、积分、数学基础还有观念。好，帮我按下一页。好，那接下来交给泽伟。好，所以延续 Pan 提到的，就是我们尝试在这个不同的课程简介，主要是因为我们看了全国的包含政府机关的，还有教育部门的课程，大概简介大家都会写，也会有课程名称。我们想要从简介跟名称去把它断词，而且这是批次可以处理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感谢白猫还有静良来帮忙，就例如说这边是生物统计学的两个课程，我们来看看左边右边。研判结果说，光是课程名称就已经有类似的，那表示说它统计的关联性就比较高。好，下一页，好，我可以按。那另外我们换一下，一个是生物统计，一个社会统计，两边的课程名称其实没有同样的词，可是别人的简介跟对方的名称是有关键字是一样，那就学理上，其实这两门课是很接近的。哦，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程度。第三个就是像普通心理学，这更专门领域的，其实会重合度更高，微积分也是。那还有就是，例如说也文科学院的里面的课纲，所以我们大概简单整理说，最高的就是课程名称就已经有关键字，第二个是它的名称跟我的简介有关键字，第三个就是两个名称没有共通，但是简介之间有关联。
另外还有延伸，就是课纲是很重要，它有很多关键学术领域的名词，还有就是中英文的部分，我们可能要把中英文一起整合。好，那结尾的部分，结尾部分就不见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就给他播出来，这样就好了。那对前端就前端基本上就是把那个 icon 部分组件把它做完，然后此外我们也很非常感谢，就是跟我们介绍专案的朋友，然后毛毛贴图好像有两个不见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跟哲伟，